kendinden.我点了外卖，一起吃吧。我不饿，一天没吃了，你当自己是铁打？去哪儿啊？十月约我，我就说了，他会给我一个交代。交代什么？说这都是误会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也欠齐哥飞行一个交代。在哪儿？我现在去宠物医院，见南桥，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。再给我几分钟。你确定？不会变。好。关于我的谎言，我的错，你留给我。你居然找人撞南桥是吧？这事不是我做的，原来你这么看我。从我这一离开就去找他了吗？你听好了，你可以拿车来撞我，直接拿我的命。我说了不会要你的命，因为你还有东西没有还给我。我已经全部都还给你了，好吧？医生，哎，医生，他怎么样？哦，你是那个病人家属是吧？放心吧，病人呢没有外伤，他现在就有点轻微脑震荡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做进一步检查的啊。好，谢谢。身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医生说是轻微的脑震荡，没大碍，你别害怕。现在几点？小小，你先躺下。医生说啊，你得卧床观察24个小时，少一秒钟都不可以。这脑震荡也分大小的，
刚才不是刚说完没什么大碍吗？你渴不渴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车冲过来的时候，好像是十月把我推开的。他叫我去宠物店，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。小乔，我知道你想去找十月，但绝对不是现在。自从十月出现开始，陈林 Wings 抢男 VIP， 处处都是针对你和极客飞行。我有理由相信。绝对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。小小，你先躺下。你先好好休息，等你过了观察期，我陪你一起去讨个公道，好不好？嗯，你先休息，我去给你爸还有南琴姐打个电话啊。千万别给我爸打电话。我不想让他们担心，我在这躺过观察期就是了。好。差不多了，你先喝点水。